你管他也叫父亲。那你是？要是想不起来就不要勉强自己了。年幼时你对他可是爱护极佳呀。哼，那都小时候的事情了，想必他定是忘了。小心烟花。鸡妹妹，你要是现在不玩先给我吧。不知父亲叫我来何事？我不是吩咐过今日你不许出院子的吗？我只是想着给老夫人送盆绿梅祝寿。你有什么资格给老夫人祝寿？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去进堂给我罚跪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起来。是父亲，他又没有做错事情，只是想给祖母贺寿，有何过错要如此重罚？轮得到你来过问？对不起啊，今日连累你受罚了。没什么，你也帮了我。公子，你为何要费神去提醒那七姑娘，还被他连累跪了进堂？当初就是他非逼着您给他摘枣子，害您从树上摔下来，把写字的手都给摔坏。您还真把他当妹妹啊？你快往上爬呀！你行不行啊？我要最高最熟的那个枣子，你快往上爬点啊！知道了，我摘到了。原来你这么容易就摘到了，我不想吃了，我要去逛园子了。三哥哥，三哥，这个，把这个撒到海棠院里去。这是在婴儿身上发现的，扔到海棠院去，找一个不太明显也不太隐秘的地方，确保七姑娘可以发现。有人故意放在这儿，应该是有人在帮我。